我的耳环在这里面。啊，这是你的，就是刚刚掉在地上了。可以看吗？红的字，好可怕。红的字，哈哈。红的字一定不是我写的。我们从谁开始揭晓啊？我们那个把自己的问题展示出来吧，直接开始吧。看不懂。啊。是不是你写的？这也太有问题了。写这个的真的有问题吧？是 KYG 啊？不是你说的，你写可以写的。其实没什么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啦。你跟我说写了个，吴慧云的问题是，我真的，我是你愿意当林淑琴的老婆吗？什么什么什么？想当林淑琴的什么东西吗？没听到。甜啊甜甜，谁写的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我那边是林淑琴自己写的。雨过天晴，雨过天晴。这有什么剧本吗？我觉得。甜是谁写的？雨过天晴就是你们啊。不是在采访多云，你好土啊！哎，多云转晴，多云转晴，哦哦哦，雨过天晴，雨过天晴是谁？有雨就好，没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哎，对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那从他从多云转晴那边开始，你什么问题啊？从许阳开始，你怎么了？对，这种问题，刚黑猪还挺甜的呢。来，继续。哎，这红子哦，好像是。快回答吧！什么？你愿意当林淑琴的什么？快说吧！你愿意当林淑琴的什么？老婆。天 ！TTL，TTL， 快快好了！啊天，好了，我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了。我真的是，前面是谁不重要。对对，我知道了。来，你说，你说林淑琴的三个缺点，不能客气哦。对，不能客气，要好好说哦。来吧，我们必须说，别那个，跳舞太差，唱歌太差，不是我老婆。好的，我会努力的。刚才今天反应好快。Oh my god！ 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没有，那不是缺点了。Okay, 我说我第三点会努力的。